哈喽，你好，我是郭文翰，身高175公分，体重60公斤，然后我入行了差不多快4年，然后今年年底的时候才刚结束一部片子，一部电视剧，就是《俏魔人抢头婚》，在里面是饰演安迪，然后角色都是比较搞笑的，然后比较活泼一点。然后我的专长呢就是跳舞，因为我从小就有学跳舞，然后学到现在都还没有停过。然后我之前我的英文能力方面就是非常好，因为我之前在国外读书，然后回来，然后现在就是学中文已经学得非常好了，就是没有学，不是学中文啦，就是中文方面已经矫正非常好，然后矫正到人家还以为我现在大陆人，因为我讲话比较不会吃字，对，然后我这人个性就是比较人来疯，就是人越多我比较活得自在，谢谢。